追熟，放下心房，不要想那么多了。你一听就会喜欢的，因为这是小提琴里面的名曲，是献祭。花威特的技巧很好的，又是吉普赛的音乐，好、哦、是沙拉沙泰的《流浪者之歌》。我告诉各位啊，他们哈、哦，我们有次听他们在唱歌的时候，有一段歌词我最感动，对着描写吉普赛人的心情。他说：“我们吉普赛人啊，天空啊，天空啊，那就是我们的屋顶啊，啊大地啊，大地就是我们的卧槽啊，是很豁然嘛，很豁达，可是还是有淡淡的哀愁，对吧？”啊，天空啊，这屋顶啊，好、哦、像喝醉了躺下来就睡啊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好、哦，所以他的音乐里面哦，快跟慢又在对比，又快又慢，又雄壮的、啊，又哀愁的很多了。所以举一说明哈、哦，啊、哦，你看一开始哈、哦，等一下一开始哈、哦，我看一开始他的音乐哈、哦，就好像一股脑要诉说那种世世代代流浪的悲歌，哒滴哒滴哒哒哒滴。好，你看一开始都这样，那哦，你的心都被他抓住了。啊，虽然他一股脑跟你诉说这些哀歌，可是他其实接下来他会慢慢整理情绪，越来越好。哦，那个技巧越来。不断在变化，可是变化到你以为他是一直这样，已经恢复了他的自信了。不过好死不死，马上又陷入一个深沉的哀歌啊！滴答滴滴答滴滴。中间就是这一段哀歌哈、哦，每次听到我的心都快要碎掉哈、哦。那后面啊，哀歌的力量，可是最后他们还是正面的。最后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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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你看就这样哦，就这样这三段而已了。所以不困难的，最后让大家又回复到比较简单的听音乐哈，最热烈的掌声迎接这首最佳的曲子《流浪者之歌》。Thank you.
了。